日前，王子文出席某商业活动，一袭经典黑色束腰礼服裙，设计简约大气，利落干练中仅显优雅女性之美，造型好绝啊！身材好的没话说，盈盈一握的腰登上热搜榜。不得不说，王子文虽然身材不高，但十分纤细，平时喜欢做瑜伽，是一位热爱健身的女明星。一从身材保养上来看，她是很减龄的，而且她近期都喜欢穿搭黑色收腰的服饰，这样不但显得她很性感，而且收腰后也显得腿长，弥补了她在身高方面的劣势。王子文的皮肤白皙，没有赘肉，所以裙子的设计有大面积留白，正好展示出她的锁骨、香肩和美背，给人一种高级感。王子文这身材简直了，尤其是腰，也太细了吧！难怪欢乐颂里叫曲妖精，果然是妖精啊，蚂蚁妖真的让人羡慕。